在香港年薪百万打工人的一天，今天起得比较早，吃个早饭先去做运动啦，超大一口真香。我儿子一早上又开始哭了，管他呢，打扮得美美的健身啦。妈呀，镜头太陡了，大家原谅我是新手吧，环境还不赖吧，长期锻炼真的是我保持年轻的秘诀。大家能看出我现在38了吗？不过大家也不要焦虑，该自律自律，该放肆放肆，享受人生就好了。早上9:45到公司楼下啦，大家有没有觉得这里很熟悉呢？没错，就是朗豪坊。10:到公司啦，疯狂码字中，年薪百万不好挣啊。现在又都下班的时间，时间就比较早，我就可以去坐地铁回家，大概要40分钟，所以都挺快的，打的都要差不多35分钟，挺舒服的，现在都不多人。看看这是谁生出来的漂亮儿子啊，吃晚餐啦，好丰盛啊，满满的蛋白质。这个鞋子大概120块，两个。吃饭了大家，给大家吃饭，吃真香。